别怕，有我在。小二，旁人常常都说你傻，但其实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傻，你那是真。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最最珍贵的就是真，也是黎二最想要的。轩儿，答应我，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醒了，你没事吧？你还疼不疼？有没有事？啊？哎呀，你先躺下吧，还有伤呢。乱动什么呀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怎么就傻傻的挡上去了呢？你可能会没命的。不打紧，只要你在我身边。皇上无碍，等一下我就去调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先养着，我去给你端药来。主任，行刺皇上之事并未查出是何人所为，但据青莹所知，刺客所用的凶器像是苗人所用的缩镖。缩镖，你下去吧。您的伤怎么样了？不该你问的事就别问了。